这个徐毅啊，杀兰雅，动机根本不成立。大乔案多少我也了解一些，根本没有严重到杀人的程度，反倒是兰雅常年受家暴，又想要离婚，还怀恨在心，导致行凶，这种可能性有没有了？昨天不是说不会咬文嚼字吗？ 跟你们这些读书人说话，真的，真的是好累。你呀，试试推理。有逻辑才能推理。我们破案靠什么了？不就是靠推理呀？你是，我不是。你靠什么？直觉啊？难怪他们都说你是高材生。 技术流，观念新，你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这人很早就知道自己资质不行，智商也不够高，所以我从来不相信直觉。我破案靠的就是人。瞎？冷啊！忍住不把个人的情感和偏见以及直觉这种不靠谱的东西裹脚到办案当中。徐毅长期家暴，清水镇南头，这个女的来了不仅不主动，真犯难。 忍住，我急于给任何一个人下定论。我就是想要跟他离婚，徐毅就是不肯答应。徐毅父母也不喜欢，坚决不肯当他鬼门关，跟鬼迷的心窍一样。忍住，不通过推理印证自己的假设。忍住，并检验每一个细节，直到所有的事情都形成一个闭环的证据。 案发时间在千禧晚上，凶器是一把刀，一刀从正面，一刀从背后，胸前的一刀扎破了心脏动脉，几乎是当场毙命。烟火声跟爆炸声重合，当时几乎是没有人在意这个事情。父母陪着来，对，案发现场的描述难以基本比较平静。老板，这多少钱？起6块钱。啊，嗯，来，我来，我来，嗯，嗯。 你们俩去哪儿？大桥工地。
你们是刑警队的，我们打开。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桥呢，是从这边夏天开始承建的，前段时间发生了坍塌，压死了两个工人，还有三个重伤。主要原因是什么？钢筋混凝土的强度有问题，局部有漏灌现象。在主拱内板处，竟然有1米的空洞，吊杆和灌浆的地方也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听不太懂，翻译一下了。简单点说呢。 偷工减料，蒙混过关。主要的责任人是谁啊？省里面派我下来呢，就是为了查清楚这件事儿。徐毅是主要的施工方吗？这里面啊，还存在一个设计和施工单位的资质问题，私人设计非法出图，随意改动，施工层层承包。徐毅虽然是施工的承包方，但是他把这个工程又包给了另外一家公司。如果追查下来。 徐毅恢复刑事责任吗？这个不好说。有一个采购员是建筑材料的主要经手人，目前这个人已经在逃。这边，这是我们公司的账目单，下边啊都是采购清单了。罗旭总真的是被那个刘昌水给害惨了。 他倒是跑了路，留了一屁股的债，全得我们公司来赔。这个刘长水他不是沈达的人，不是，外边请来的。承包这么大一个项目，采购员这么重要的位置，怎么可以从外面随便找一个人呢？徐总觉得他也是清水镇的人，本来以为知根知底儿的，但是谁曾想这个刘长水贪心不足，为了捞他那点油水，虚开发票，缩短工期，结果大桥没建完，塌了。他倒好。 连夜捐款跑路了。遇难家属们天天闹，徐总就亲自跑到桥下的现场去做安抚工作，并且承诺他们所有人都会得到应有的抚恤金。做人做事做到这个程度，可以了。我早就说了，徐毅的杀人动机不成立，钱都已经谈妥了，金针。 也在抓刘长水，就算是连带责任，还有顶多就是2年。为了这个杀人灭口，看来事情的关键还是在这个潜逃的采购员身上。走吧。 你丈夫的事情呢，会有专门的人去查。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关于许毅的情况。他不是死了吗？他跟刘长水来往密切吗？他们家的人，眼睛都是长在脑壳子顶上的，哪还能跟我们来吗？他临走的那几天，有没有什么反常啊？他都说好了不要我们了，那妆也得装得好一点吧。一回头找到刘长水，你跟他说，我一点好日子都没过过。 他再还不了，我要跟他离婚。我嫁给他，我真是他们八辈子没了。楼春，你儿子，我们跟他聊了。哎，他怎么能？办案程序，配合一点。 这边都是你拍的，一个人都没有死。你爸走了以后，还有没有跟家里联系过？
没有，也没给过你钱，没有，连生活费都没有给过啊。家里的钱都在我妈那。那平时的时候，你跟你爸两个人关系怎么样？你跟你爸关系怎么样？不好。你呢？你爸平时在家里的时候，会跟你聊一些工作的事情吗？我爸不是唐凡，那为什么不回家呀？捐款钱讨晓得不？这就是住宅心虚哎。他要是打电话回来，你就告诉他，赶紧投案自首，把事情交代清楚。我爸没那钱。什么呀，爸？你不是小事，你要坐牢。你这个脑筋怎么这么死结呢？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正在找我？你硬拖着我，让别人看见，不是一样要完蛋了？大乔的事，我逃是逃不掉了，我坐牢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爸，我不要你去坐牢，我不要。刘轩，你听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有钱跟没钱就是不一样。那徐毅怎么能够在街上横着走呢？仗的就是财大气粗啊！你就要考大学了，爸知道你是个人才，咱往卯足了劲儿呢。我要是进去了，多少让人为我要背个骂呢？爸都对不起你。人呢，就要对自己狠一点，不然啥都不行。爸，去清真了解了一下情况，刘长水现在还是没有下落，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都没有他的购票痕迹，估计最近跟家里联系的可能性也不大。今天下午啊，
老婆孩子都是在演戏。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刘庄水又不是刚走，搞得累啊，给谁干呢？哎呀，我也觉得他儿子刘鑫好像知道点什么。这个小子啊，也是出了名的苦逼，好面子。这个今年高考了没有搞好，就跑到教学楼的楼顶呢、啊，就喊了一天。喊什么呀？把高考所有做错了的大题也背了一遍。我们还以为他要跳楼，劝了他半天，背到了半夜自己下来了，喉咙都叫得说不出话来。哼，下来吃了三碗牛肉面，飞去睡觉去了。难怪。难怪什么？他爸刘长水是不是捐款潜逃？这事对于他来说特别重要，并不是因为父子情谊，而是因为民生问题。有道理。下班了。都这个点了，上我家吃饭去。我就不去了，再看会卷宗吧。我时间有的是嘛，是吧？你说这个案子，我们两个人搭班子，一起吃饭，一起分析案情，也是工作了。走了，走走走。跟着这个周罗屁股后面，哎呀，瞎转。谁跟着谁啊？我陈军在花山也是一号人物啊，学习不好有别的本事啊？留点面子，动手啊！快吃，快吃。我尝尝。我告诉你啊，金水镇最好吃的菜，哪里都找不到，就在我家。哎呦，夸自己倒是挺卖力的。哎呦！这家伙就是你。爷爷，爷爷，您看回来了。爷啊，正好吧。哦，这是我的女的，在镇医院当副市长。这是我们新调来的林副队长。哎，坐坐坐坐坐。去，找你姐吃饭。他又不是没看见。哎呀，过去叫去。陈玲，吃饭。从此学习算会的吧，这个案件少打听点。那怎么了？全镇都知道了。周罗是你兄弟？铁的，他什么都知道。
那你就跟人家好好的学一学喽，啊，把这些人都搞上去喽。我脑子笨怪谁啊？谁这么怪谁啊？真是的，你现在这跟没大没小的似的。我这不是学习的料。我说我不复读，您非让我复读，是吗？我就想考警校。别说了。当警察呀，更要有文化。像你这个样子啊，考得上警校不？来，快吃吧。我兄弟看见的会对这案子有帮助吗？当然，他是直接的目击证人，他的证词非常重要。就是两个人打架，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捅死了，那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判？如果是在威胁到生命的时刻，可以算作是正当防卫。正当防卫？那就是无罪。按照现在的证据来说，是符合正当防卫的。我要上夜班，哎，那吃了饭再走喽。啊，吃完饭吧啊。要不叫你妈妈给你带上一点饭呢？哎，是喽。啊，你呢？没事，我就这样。我们路上注意安全喽。只要他听到这两人名字，他心里一直有这坎儿。你说这么多年至于吗？放不下。你不要干活了，你先喝点。没事没事，我吃太多了，活动活动。队长，我真贵啊，一家人都是牛脾气，不让笑谁。但是老陈家人啊，他心肠很热，对人很熟成的。林副队，孩子们的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我跟你说说也无妨。那个奶奶呀，以前是跟我们家灵儿最要好的，好的连衣服都换得穿。她呢，人命苦，妈妈死得早，她爸爸呀，又懒又没本事，整天只知道喝酒，娶了个后妈，对她还不好。我们家灵儿一提起她呀，那就掉眼泪的。可怜他了，没人疼，一天到晚就把他拉到我们家里来吃饭，晚了就挤挤睡在一张床上睡觉。我们也拿他当亲闺女看的呀，可谁能想到现在落得这么一个结果。怪就怪这两个人啊，总是固执。这个南雅心太狠。你们知道吗？南丫每次带孩子来看病，进了江医生诊室都会把门关上，停留很久，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后面的病人都投诉好几次了。啊，真不要脸，怎么那么明目张胆？哎，全连也是倒霉，怎么南丫每次都能抢了他的男人？林姐的男人谁啊？江医生啊，主任给他相亲。真的？哎，南丫谁不勾搭？连徐玉的堂兄都能拐得着私奔，本事啊大得很。知道了，还不得气疯了？要是你们发现今天的事情，南雅，南雅开门，南雅，我进了你的里面，开门！南雅，你怎么在这儿？我出去说。我不出去，南雅，我是不对你的。我现在也是这么对你的，你媳妇说她不好吗？你还让我当够了！南雅，你就是蛇蝎心肠，你之前受过的苦。和你之后得到的报应都是活该，这辈子都得不到幸福。
小鸡怎么叫的？那小耳朵，但哎，你干嘛？妈，我带婉儿去医院吧。你扯，你还上学呢？没事，反正学校功课我本来就都会，而且婉儿病情我也熟，我带着方便一点。哎，小椅子都安上了，那行吧，哥哥送他去。我跟你讲，你骑到那个颠的路上一定要慢一点，要不然他在后面受不了。好，婉婉啊，哥哥骑的时候你把这个攥紧哦。你要抓紧啊！你们别骑车了吧，不安全，我开车送你们。我刚好要过去，顺便了解一下婉儿的病情，有人关心着呢。这里疼不疼？不疼。这里疼不疼？不疼。嗯，好。最近有没有吃海鲜？你不是不让我吃吗？对，乖。好了，给他穿外套吧。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啊？这就已经很好了。哎，婉婉，你要注意保暖啊，千万不能感冒。而且饮食也要注意低蛋白，知道吧？那低蛋白的话，孩子的营养跟得上吗？那也比恶化强啊，是不是？而且低蛋白不等于是不吃，就是像海鲜啊这种嘌呤高的最好不碰啊。哎，怎么是李来啊？看你的病吧。你怎么说话的？你这孩子不会聊天了是不是？是这样的，婉婉呢现在暂时住在桂香姐家里面。哦，对，这孩子妈妈最近可能意识到。少废话，赶紧开单子。江医生，你把单子开了，让他们先去拿药吧。我还有其他事情要问你。好，做个尿常规，再做个肝肾功，一会儿去输个液。来吧，给。学习老子学傻掉了，这什么态度？以后当着孩子面呢，还是不要说他妈妈。虽然年纪小，但是也开始懂事了。是，哎，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给婉婉看病的？差不多是从她出生开始吧，她这个病先天的，遗传。也不是，是兰雅月份大的时候，徐毅照着她肚子踹了一脚，早产，没发育好。哥哥冷。哦，来，先把毯子盖上。那你在这坐一会儿，哥哥去给你灌个热水来。好。那你帮忙看一下。好的。疼吗？不疼。徐毅和南雅经常打架吗？啊。这我就不太知道了。你不是每周都见南雅吗？啊，这个我真的不太清楚。一开始有几次是脸上带着伤，啊，然后后来就没有了，可能是徐毅学聪明了，不打脸。那被打得严重的时候会到医院来处理吗？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这里是肾脏科，不管这个啊。那如果要来处理的话，到哪个科室啊？一般去普外。谢谢啊。没事，那不送啊。不住院的没有病例，你要查只有门诊记录。哪个是南雅的？门诊记录就是记录每天病人的就诊情况，怎么会专门有他南雅的？我可以帮你们找，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处理的。你工作做完了吗？四号床的药换了没有？16号床的检查结果你取了没有？我这就取。你查这些干什么？核实案情。核实什么案情？
他自己杀人自己都承认了，你还帮他核实案情，你就是想帮他脱罪是不是？陈琳啊，你的情绪呢我能够理解，但是我没有情绪，他们两个人对我来说一文不值，我就是想不明白南亚他有多大的本事，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帮他，所有的人都在帮他的话，恐怕他也不会被打得这么惨。你是个聪明孩子，你应该知道在警察那里是不能乱讲话的，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不懂，如果你乱讲话会影响林副队他们判的。我是个医生，我是个正经人，我承认南亚之前勾引过我，但是我是不可能跟他有任何瓜葛的。这就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对对，没关系，我就是正好路过，我过来跟你说一下，好好照顾婉婉啊，天气凉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就是自找的，不光自找，还搭上一条人命。你怎么不去问问他，他到底为什么被打？林副队，你要的病历我找到了，徐主任让我送过来。奇了怪了，妇产科所有产检和出生的病例都有，就是出生当天的记录没了。根本没有南亚的就诊记录啊！我这边也没有，林队。不可能，南亚被打过很多次，镇上人都知道。是不是不严重自己处理了？毕竟也不是什么好事嘛，对不对？南亚他说过去过很多次医院。哎呦，那么多年了，也没有具体时间嘛，怎么查嘛？9月28号，把9月28号的门诊记录找出来。在这一天，周洛被徐毅打伤，南亚也去医院做了伤情的鉴定。没有啊，林队，没有9月28。不可能，来，没有。9月27，九月二十九。那是不是被人撕掉了吗？查漏液。找所有的漏液。有了，林队，你看这个，林队，我这边有了。好了，停！你的方向都根本不对嘛！你要查谁喽？徐毅还是蓝雅呀？谁是凶手啊？哎呀，行，你跟我走。我带你去见个人。什么人啊？和案件有关的人哦。你们继续找，把所有的漏液找出来，记录下来。
王卫峰。天天的打呀，打得我这只眼睛都快瞎了，这逃逃不掉，也离不了，你说我能怎么办？说白了，我早想杀了他，刀子买好了藏在桌子底下，天天的想，有时候我看他喝醉了，我想干脆掐死他得了，可我又下不去手。后来为什么还是动手了？哼，这人呢，最怕就是有希望了。这都伤人了，还有什么希望？之前呢，就是忍啊，后来碰到个男人，就一分钟也走不下去。逃走也好，坐牢也好，总归是得有个了结吧。那天他又要打我，我这心里头一热，拿起刀子就把他给杀。后来那个男的也走了，看都不看我一眼。不过我这心里啊，也不怪他。这是我12年前办的案子，全村人呢都在为他讲话。那个时候严打已经是从轻处罚了。每个案子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女人被家暴呢，当然是可怜的，但是呢，那同情呢是一回事，那真相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警察呢，不过是同情那一部分。一个临时起意的杀人案，不可能不留下疑点。疑点就是这些东西都严丝合缝。你不觉得他跟王桂凤有那么点像吗？你的意思，他外面还有一个男人。